这个营地的好处是它有很多公共设施，休闲娱乐、游泳池、球场。对，这个是 Main Lodge 的女生的厕所。我其实是就是被这个地方吸引，所以想来这里的。天啊，超舒服的，超大的。然后可以在这里洗澡，很大。然后另外一边就厕所，这样非常干净漂亮。这样看起来很美吧？喷泉那么可爱，有一个木头小桑拿，蛮好的，就是多待几个晚上。我看这边人好像都在那边 camp 很久，推不推荐？我推荐来这个厕所，可以来那边住木屋啊，我觉得这里蛮舒服的。对，它也有这个，就是玩营的地方。这个营地是蛮好的，各种露营的方式都有。对，然后设施也很完整。好，我们现在录完 Tesla Tuesday 要来铺床。这个怎么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？这是 Tasmania 的那个床垫，我觉得就是懒人最适合的东西。哦，不想要打气、充气、泄气，或者是折叠、挤压，它是怎么样？三块拼起来吗？对。怎么铺呢？这个是你铺过最简单的床，最适合懒人用的，三片摊开来，不啰嗦。床单放上去，不过因为我们想说，如果之后要送大家的话，那我床单就不用，我自己用我自己的床单就好了。啊，这你铺完我们再来看就好了。我先去讲一下插座。这个营地啊，他说是 partial hookup， 号称是20A。20A，我们到现场一看，发现就是这种家用的。三孔的，幸好我们车上本来就准备了各种转接头，这个速度就是一个小时三麦 ，OK 了。为什么法宝之一？为什么又多这一块？这是什么？法宝。法宝，也是 Tasmania 的吗？对。然后就是想说这样会不会睡得好一点？它是干嘛的？它是可以把天窗挡住的。哦。这样你可能醒来的时候就不会被太阳晒屁股。嗯，而且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露营的时候，月亮超亮，亮到我睡不着。而且你知道现在满月吗？哦、今天正好。对，所以有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就分前后形状吗？看起来看起来又没有分。所以这个如果你还嫌那个纱网不够的话，就是用这一种反射的跟完全不透光的，你可以把它包在那个网子上面。如果用两层的话，它有那个磁铁可以吸住。耶，铺好了，这次有记得带枕头跟棉被，应该会睡得蛮好的，我想。是好，我来看一下。这次冰箱里面有带什么？起司拉面。早餐的火腿。蛋。香菇。金针菇。蛋饺，哎，花枝饺，耶。小豆苗。好。猪肉片。好。没有带煮面的锅子，这是先生收的。我只有带炉子来，又出包了。感谢太太
大人有大量，不要饿死就好了。对，一定会让你吃到一碗好吃的部队部队面。总觉得怪怪的。哪里？不知道。没有调羹。有啦有。哦，哇，看起来还不错哎。算台湾部队锅。算没有锅子。部队锅就是你出征的时候就只能带一个，没有什么锅碗瓢盆，就一个锅，漱口也是用这个。客难归客难，健康还是要顾到。感觉料好多、哦。没有一次是完美的，跟人生一样。真的。带来这个就忘了那个，顾着要睡好觉，就忘了要吃东西。至少有东西吃，而且看起来还蛮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喝。大推荐那个 Ken 美西太太的先生煮的面，还有九九大华买的猪肉。原本就是要推大华，现在吃完美西部队锅之后，要准备换装去洗澡。洗完澡了，好洗吗？嗯，还不错。但里面有一个镜子哎，还蛮好的哎。你拿到我的那个粉红点点枕头还回来，好洗吗？好洗，不用投币，所以洗很久，洗很开心这样。热水还不错，那可是我觉得露营就是这样，就是反正露营就是这样，就是要有所牺牲这样。是，至少是干湿分离的两块，然后还有一面镜子，还不错。可以吹头发吗？嗯，我看一下，没有，就是插座。他的插座在外面洗手台那里。对于露营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比较痛苦的是洗澡的地方，就是浴室都没有厕所，分开的。嗯，然后他那刚刚那个厕所门很难锁紧，我还被人家拉开来。本来要大便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而且我们今天晚上就一直插着那个120伏那个。呵，晚安。真的要全部遮住了，而且不能用网子。而且我们昨天插进去插头之前是44还是46%的电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开了一个晚上的 Cam Mode， 现在是8:30。54%，成长了10%。就算在插着这个家用电这种插头，还是可以成长的。虽然我们还是一直开着暖气睡觉，因为太太还没上妆，所以今天由我为各位示范收这个懒人床垫。其实非常简单，啪啪就好了。哎，不对，啪啪。我们的重点就是，这真的很好收，但就是占掉你大概半个行李箱的空间。我们床垫真的太多了。太太，你有什么事要跟大家讲？又要送床垫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一点点破掉。哦，对，就是我那天一提，然后他就啪，这个真的很不好意思。那。但是无损于整体啦，或者是说你是 patch 高手，有没有？用胶带或什么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 anyways， 这个是原厂附的，那我们昨天没有用，我们用自己的那个床包、床垫、床罩，所以这个开放抽奖，同时 Tasmanian 提供这个，你们自己上网研究，有兴趣的再来抽，好不好？好 ，Massage Pillow。From Tasmanian，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影片，直接可以插在车子上面用。美国，好吧，好，美国寄，旧金山湾区跟洛杉矶，对，努力成长我们频道，然后就会让更多厂商看见我们，我们就有机会为大家找到更多的福利品。太太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当那种康乐股长是很厉害的，找福利品。你吃什么？哇，冒烟！美西青蔬烘蛋加火鸡肉火腿。你现在还在干嘛？煮咖啡。煮咖啡。嗯，这次有带咖啡豆，但是没有带咖啡杯。那我想一下，没有杯子怎么办？没有带咖啡杯怎么办？为大家示范，先把牛奶装进保特瓶里。强推这个 Blue Bottle 的
coffee dripper。大家记不记得咖啡广场？我倒过来了。Oh my， 好喝啊！其实 OK 啦，挺可爱的。那他还送了我们一个整套的地垫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 Frank， 就是这一块。地垫其实底下都有一个粘胶，那个魔鬼粘那一种。那就是怕滑动这样子。可是因为它本身设计也蛮贴合的。我觉得也不一定需要粘上去。底下也有一层。对。也有这个。对。它这边是设计让你可以粘住的。我倾向不粘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因为我在开启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它如果粘住的话，板子没有办法插进去。但是铺了地垫之后有个缺点，就是后面第二层这里你要开的时候就比较麻烦。所以 Tasmania 所有东西都有 10% 的折扣，大家对它任何的东西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到它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哦。太太刚刚在路上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有 Lily 的一个小河谷，蛮漂亮的。Camille Dixer 这一带非常漂亮。哦，对，我们还去一个 Supercharging。你爬到那个 Ventana 的顶端，就是那个超充站。超充站旁边还有一个免费的目的地充电，你可以看到海。这整个海岸线公路都非常的美。如果你还要开发到其他美食的话，记得跟大家分享。还是有什么漂亮的地方可以去逛的，也跟我们说哦。就这样子喽，拜拜。